我是一名优秀的心理学研究生，我怎么可能会杀人呢？到底是谁？梁小溪是我女朋友，那您觉得这事儿她值多少钱呢？她得死，要让她付出代价。你尽量的伪装自己，让这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。我来给你治疗，接受这个疗程，你就彻底解脱了。但这些全都是假的，全都是你幻想出来的。就算你知道真相又怎么样？他也死了，死了！救命！救救我！要相信我，我没有杀人。我要杀了你！求他死了！我的梦魇他能接受？没有杀你，严格意义上来讲，他是自杀。